妈，我去上班了。啊，萱萱，这今天你就去上班呀？你怎么不在家，多休息一天呀？妈，这在家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想着去上班吧。行了，妈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，萱萱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，妈？您说吧。萱萱，你看，你已经和我儿子结婚了，你也知道，咱这个家呀。 是我当家，以后呀，你的工资卡我来保管。妈，这你当家我不反对，可是我自己的工资卡我能保管，这样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萱萱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把你的工资卡拿过来，快点。妈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我知道，这公公婆婆保管工资卡的事啊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。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自己保管。萱萱，现在你已经见到我们家了，我们家呀，做这个规矩，小根的工资卡都在我这儿，你的呀，拿过来。妈，这事啊，我得给小侄子这萱萱怎么还没收拾好啊？哎呀，怎么了，萱萱？怎么这么生气啊？还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妈呀！我妈怎么了？萱萱，这咱们才结婚第二天，你该不会就已经跟我妈有矛盾了吧？你都说了。 这咱们才结婚第二天，这你妈呀，结婚第二天就要我的工资卡，她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萱萱，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事儿还能有假呀？这听她的口气，还不给她不行。哦，萱萱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呀就把你的工资卡给我妈吧。给她？凭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这钱可是我自己挣的，我凭什么要给她呀？萱萱。 你看，咱们呀刚结婚第二天，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天天跟我妈生气吧？哎呀，萱萱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是你想想，咱们两个加在一起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，你把这些钱都给她了，她又不花，到时候咱们不是能少生好多气吗？那咱们把工资卡都给她了，咱以后花钱还得找她要，我感觉这样不合适。 哎呀，萱萱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看，咱们现在结婚了，她也是你妈。再说了，她是长辈，咱们得尊重她。你呀，就听她的话，把工资卡给她吧。行吧，真没想到这结婚第二天就碰到这事儿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我妈这个人呀，当家当惯了，而且比较强势，以后适应了就好了。她这个人呀，刀子嘴豆腐心。行了，不想听你废话了。 这上班都快迟到了，走不走啊？走走走，别生气了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上车吧。哎哎，萱萱，萱萱，妈，你们下班了？上了吗？那个，妈，这上班之前啊，萱萱跟我说，你是不是想保管萱萱的工资卡呀？是啊，你们怎么商量的？哦，妈，这萱萱已经同意把工资卡交给你保管了。 这就对了，萱萱，你放心，你的工资卡呀，我一定会给你保管好的。妈，工资卡放在你那里，我没放心。萱萱，快点，萱萱。妈，工资卡你拿着。好。萱萱，你放心，这卡呀放在妈这儿会给你保管好的。饭做好了，你们呀赶快吃饭去吧。 行吧，走，萱萱，咱们吃饭去。走吧。你赶紧给你妈去说呀。哎呀，萱萱，要不这个事儿还是你说吧，我不敢。凭什么让我说啊？她可是你妈，你去说。行行行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你别生气啊。妈，妈。 哎，儿子，妈，那个，我和萱萱啊。
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那你说呗，啥事？妈，是这样的，你看我跟轩轩，我们也结婚三年了，是时候在城里买套房子了。是啊，妈，你看我跟小辉，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都在城里，这以后上班啊也方便。以后有了孩子，在城里上学也方便。好好，买房子呀是好事。妈，这么说你同意啊？肯定同意了。真是太好了，妈。其实前段时间我跟轩轩，我们已经看好房子了。看好了呀？那行，那你们就买呗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妈，我和轩轩啊，我们也知道两个人的工资啊也不是很多，不过也能付个首付，这贷款啊以后我们两个慢慢还。什么？还要还贷款呀？那以后你们要有了孩子，那压力不更大了吗？妈，没事儿，这大不了啊，我跟小辉我们两个以后再努力呗，现在不是没那么多钱吗？行，既然你们两个都决定了，妈支持你们。妈，既然你同意我们买房子的话，那我们的工资卡，你看我跟轩轩的工资卡都在你手里呢，要不你把工资卡给我们，我们呀给你把首付给交了。行行，你们等着，妈去给你们拿。拿卡在这儿，你们去买房子吧。行，妈。对了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，到时候你也看看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两个满意就行，到装就好了呀，妈再去。行，妈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好，别忘了早点回来吃饭。知道了，妈，走走。哎，我儿子我儿媳妇呀，在城里买房子以后就是城里人了。妈，这小辉还在售楼部呢。在售楼部？那他都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，那你这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？妈，这我付钱的时候发现这卡里的钱不对。不对？怎么了？少了吗？不是，妈，没有少，是多了，多了20万呢。多了20万呀，那就对了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轩轩，来，咱坐下说。这卡里的钱呀，是妈这大半辈子攒下来的。妈，这卡里多出来的20万是你的钱呀？是呀，这卡里的钱呀，是妈攒下来的。你们刚结婚的时候，妈把你的卡要回来，你是不是在想妈乱花你的钱呀？对不起啊，妈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妈知道。萱萱，你看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不把钱给他，我能给谁呀？妈给你要工资卡的时候你还生气，你看你们年轻人花钱呀大手大脚的，万一有什么事这没钱那可咋办呀？妈，你说的对。妈给你们存着钱，这你们买了房子以后，这有了孩子花钱这不是方便吗？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一直没有理解你的苦心，我还一直误会你。行了，儿媳妇儿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咱们呀都是一家人。好了，话也说开了，赶快拿着卡去买房子吧，别让小辉等急了。行，妈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我就不去了。走吧，妈。好。